十四，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第二节，要见耶稣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便呢的三人言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腓利斯人的朋友那里去。但他们要告诉父亲，耶稣罗差基比亚的亲兵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三在那里有阿实图的儿子阿希亚，阿希亚穿着伊布德。阿希图是以加伯的哥哥比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希罗做亚伯法的指示。约拿单去了吧，想却不知道。是约拿单要从依靠过到比利斯旁人那里去，在依靠两旁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石，一名西尼，一峰相北。二面麦相对，一半相南，二加巴相对。六约拿单对那边起的三人言说：我们不如到过每数个里人的房人那里去。那查查婆婆问我们时辰啊年历，因为查婆婆是人得先不猜乎人多人少。七那边起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八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山人那里去。是他们看见我们叫，他们约对我们说：你们站住，带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十，他们约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花就是我们的金器，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差我们手里。十一，依然就是腓利斯的旁边看见，腓利斯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通石里出来了。十二，旁边对约拿单和那边起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要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那边起的人说：你跟从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差以色列人手里。十三，约拿单就爬上去，那边起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到腓利斯人，那边起的人也随从杀他们。十四，约拿单和那边起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差热苗起的班里叫子女。十五，意思差人众差田也差众民女都要战战，防兵破裂兵也都战战，起也战中战战，只是心大。十六，差兵衙门和基比亚所罗的少王兵看见腓利斯的众军溃败，四散乱窜。十七，所罗就跟从他的面说：你们查点查点，从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先是谁？他们一起查点就知道约拿单和那边的人没有在这里。十八，那是上帝的约可以在以色列人那里。所罗对阿希阿说：你将上帝的约可以扔掉来。十九，所罗之儿之事说话的时候，腓利斯人众的神用日发打了。所罗就对指示说：田少吧。所罗婆跟随他的人到指示来到战场，看见腓利斯人拥堵互相击杀，打打防乱。二十日，从前由西方来跟随腓利斯的希伯来人先差也进过来帮助跟随所罗婆约拿单的以色列人了。然而那从差以法人散去的以色列人，曾见腓利斯人头炮超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二三，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场战到百亚门。二四，所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定到万双双突然波纹了啊，竖切是无的，别墅照住，然是这百姓没有切是无。超奇奇坤啊坤皮，二十五，众民进入苏联，看见要灭在之上。二六，他们进入苏联，见要灭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持灭入口，因为他们怕那死人。二十七，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先烧重的帐，用枪头针
站在盆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28八相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教八相人人的意思说，今日你七世无得，必须照主人去八相去批发了。”29约拿单说：“我父亲人类你们了，你看我上有这一点面，眼睛就明亮了。”30今日八相有今日吃了，从七树七所托的物。吉撒菲利斯人是不见到么？三日这日以以色列人吉撒菲利斯人从麦麦提到阿亚伦百姓去批发。32就见王将所封的牛羊和牛犊在一起上肉还带血就吃了。33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出也破发了。扫罗说：“你们要去了，今日有种大石头困到我这里来。”34扫罗又说：“你们身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各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带吃带血的肉得出也破发。”这日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35扫罗为也破发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亚伯法筑坛，筑的坛。36，扫罗说：“我们不如也离下去追赶腓力斯人，强烈他们吃到天亮，不料他们一言中明说：你看这么好笑去旁吧。”只是说我们先当全村上帝。扫罗求37，扫罗求问上帝说：“我下去追赶腓力斯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差以色列人受理不够，这日上帝没有回答他。38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39我之所叫以色列人上帝亚伯法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来回答他。40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这么样好，就去行吧。”次日，扫罗到过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说：“求你指示事前意思，出前指出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千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再出前。”看我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撤出约拿单来。43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是差役少年的仓，用仓条斩了一点面，上了一床，这样我就是吗？”44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天有事，若不然，因上帝匆匆的降罚于我。”45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差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是他事呢？但不可，我们之所遵行的耶和华意思，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去，因为他今日与上帝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叫约拿单免了死亡。46扫罗脾气不干，不追赶以色列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也叛天去了。17扫罗之众以色列的崛起，常常攻击他西面一切的树铁，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扫巴、诸王，并腓力斯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树铁。48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力人，叫了以色列出来抢掠他们自然的兽。49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以示为麦基苏亚，他的两个女儿，中名叫米拉，次名叫米甲。30扫罗的次名叫阿希诺，是阿希马斯的五儿。扫罗的人妻名叫阿尼奥，是尼奥的儿子，尼奥是扫罗的叔叔。51扫罗的父亲基士，阿尼奥的父亲尼奥就是阿撇的儿子。52扫罗平常平身，常以
比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便用石头凿木料来跟随他。